佛教中的菩萨，是指那些具有慈悲和智慧，活在世上的伟大人物。菩萨具有能力聆听我们，了解我们，并且能用他们的力量和心意帮助他人。如果你能像看别人的缺点一样，如此准确地发现自己的缺点，那么你的生命将会不平凡。